是的，我今天也要为全国总决赛进入冠军团的这个姐姐们加油打气。我唯一想要给那个李菲儿姐姐加油打气，那我发现她呢真的是在那个破浪组啊吃了很多的苦，然后去了乘风组之后有一点点怠慢，可是现在呢又有那种紧张感了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李菲儿姐姐，飞起来吧！